你干嘛？起来陪我玩呗！我看你是鼻炎了吧？我来了！站住！嗯？啊？第一步计划搞定。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今天我你看我给你做了什么？哇，海鲜大餐！前几天父亲接你在上班，我今天给你补过一下，犒劳犒劳你。原来是想给我惊喜啊！这还有个惊喜哦！哇，这是我一直想买的海尔感应剃须刀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？我跟你说，最近海尔出了一款新的感应剃须刀，通体罗马柱设计，外观潮酷有型，而且没有开关，接触皮肤即可感应启动，科技感十足呢。这好感善天毛驴，那还不赶紧下手？哎呀，早就加购物车了。你真懂我啊！师傅莫如此嘛，你再看看它的设计，更加配合面部剃得更干净更快，免得你每次着急上班剃不干净。而且消小防水，一次充电可使用60天。以后带我们出去玩，你可以随身携带，随时随地想剃就剃。这个迟来的父亲节礼物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心动的可以点击左下方或者淘宝搜海尔感应剃须刀 get 同款吧。爸，出去追我这么久，喝空饮料解解渴吧。这怎么回事？刚才我喝了一口，加了点河水进去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呀！